根据政府统计，本港的劏房住户有超过十万户。劏房户的居住环境恶劣，部分人一直轮候公屋，但系都仲未上到楼。其实讲到我都想喊，讲呢间屋咧就一来行楼梯九楼，间屋又细又跌晒啲石屎，仔咧就已经十三岁啦，读中一。咁因为嗰间屋咧又细，上面跌石屎咧就冇地方瞓，咁唯有两母子瞓一张床噶，所以个仔咧就成日发脾气，就令到我咧就都唔知点同佢解释，我都有脾气，个仔发脾气，我有时都两母子吵交噶，就为咗咁样咯。讲希望政府快啲帮我送公屋咯，我已经申请咗六年啦。工联会进行线上问卷调查，当中近七成的劏房户有意申请简约公屋，而当中更加有六成有意申请启德的世运道项目。对于启德简约公屋项目遭到私楼居民反对，工联会话理由可耻。在大原则上面赞成，然后呢小枝小节上面出嚟反对呢，其实是很可耻的。我哋冇办法在三年上樓，政府的承諾嚟噶嘛嘅情況底下，去達到呢個目標，我哋冇辦法啊！我哋而家仲係要六年啊，五年幾啊，仲有二十幾萬人咧喺度輪候緊啊！你要我哋啲市民輪候到幾時啊？